截至12月24日收盘，本周期第七个工作日的原油变化率收于负 7.82%。相对应的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幅度为310元每吨。折算成升价，即92用汽油下调 0.24 元每升，令柴油下调 0.26 元每升。由于本周五国内成品油零售现价调整窗口将再度开启，故而本年度成品油现价调整将以五连跌结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，哎哟。